准备一碗清水。用一根挑子。这个不错。它的薄薄。我们切好了，我凉水泡一泡，然后削碎。这牛肉，再放水，再用凉水洗一下。再次用手攥干水分。放点盐，下个底口，胡椒粉，抓一抓，开始往肉里打水。摔打几下，打一个全蛋或者用一个蛋清，把鸡蛋液抓匀，放适量的玉米淀粉，来点油，牛肉片就煨好了。